喂，你好。我倒来晴天辛苦啊，敢会是因为看到文瑶，所以晴天就让我家己来面对伊？晴天，你感觉咱是不是应该去关心一下？搁靠安那讲，是我甲志涵讲唔对话，才引起的麻烦。当然嘛爱，会当让文瑶一个人坐伫个遐啉烧酒。安尼对伊身体无好，来，去看卖者。卡数五年前，我知你是唐姑妹妹时阵，我当卖光把这边个无了解，我就向你个老当坦白一切。可是，还是你惹祸我话嘞，安姐。我跟我卖官，那我在未来又少，只要你快快乐乐活嘞，安尼就好搞。阿姐，阿姐，你有听到无？我后悔啊，我真正后悔啊！我刚刚没跟你有理由接受，只要你好好活就好啊。阿姐，我要。你酒量不好，你饮遐尼侪酒，啊，万一一个人倒伫路边是要安怎？原来是恁两个啊，多谢你啊，我的酒量哦比以前好过啊侪啊啦，您放心，我无代志。恁两个甲讲散步，不是啦，我甲晴天伫附近办代志，煞看到你咧饮酒，我心情敢若无啥好，才会过来关心一下。文瑶哥，是的啦，我甲志汉哦，真正唔知影吴信贤劈腿，啊若无，嘛袂讲出伊订婚的代志。啊，我唔是讲过啊，不知者无罪。林豆啊，我要感谢恁讲出来啊。阿拉个监狱哦，我唔知啊，何以笨手无信闲哦，骗到什么时阵？我去买解酒以后啊，晴天，你陪文瑶哥一下。来啦，我扶你去翕一张。这里哦。今天拍摄呢，无你个一定看到，看到我啉烧酒醉。啊，不过有一个情事哦，一定要自己消化。啊，若无真发现，一定自责。你莫安尼想啦，就算金玉失去二十几年的记忆，伊心内一定足清楚的，伊是你即卖唯一的亲人。恁三个已经见面久一下啊，恁两个就应该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、互相陪伴，安尼才是啊。哎，晴天啊，我会记我无甲志安讲，我甲敏姑是好兄弟的代志啊。那咱们三个是做伙大汉的。你袂记你甲志安已经有五年无见面啊？啊，有可能是志安因爸爸甲伊讲的啦。我嘛唔知影志安是为倒位听来。啊，非得就是伊甲我讲的，而且这嘛无算啥物秘密嘛吼。嗯，你讲的有道理。即嘛，我甲剩金玉啊，保护以后就是我的责任啊。啊，不过我煞做我利益啦，我真正甲怨叹家己的。
你怎知道这条歌？画室的玫瑰这首歌真正最好听的，真适合你心情不好的时阵听，会当让你的情绪较稳定下来。专心听歌。哦。不就在时间的长河里守着你，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。最是花园里娇艳的玫瑰，不想成为用青春献祭的鬼。温柔杜成春为你的故瓜素，这是我给你的回答。我不后悔在我有限的生命里面遇到你，因为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。但是我会对你更抱歉了，这世人我没法度陪你走到底了。今天那用一款感情看文妖哥，明明用得不熟啊，也阁有拄只伫遐时阵，伊是安怎叫文妖哥文妖？未输实在已经够共款。哎，我真正无代志啦，啊，我着找无互家己放轻松的方式，就想讲出去啉两杯啊，卖大惊小怪啦。那真正要放轻松，用个连珠咖啡啊。咁就一定爱饮酒啊！哦，大人大正啊，到即马阁相信讲饮酒会当解忧愁。哎呀，我哪有什么忧愁啊？我的小妹啊，会当还袂专心投入一条感情进程，就发现对方是爱情骗子，会当会有打动啊，这真 lucky 好事呢，想怎会无助啦？卖假哦你！伫美国的时阵啊，你若特别去想到罗汉杰，感觉心情无好、郁卒啊，你都拢嘛一直啉酒。哎，明明我家己酒量阁遐尔歹，特别啊，啉一点点啊酒，啊，但咧哪哭哪笑，我嘴都伫咧甜的。搁我拜托杰森甲你讲倒去。原来你咧思念我的时阵，就是啉烧酒咧化解你的痛苦。看来文耀哥应该无代志啊，当作交予你啊，我先回去啊。多谢您。也过啊，今日无说你甲吴新贤的代志讲出来，害你的情绪受到影响，真歹势。无安尼讲啊，这毋是恁的毋对啊，啊，这款代志做袂哪有可能报会着火啊？我早晚嘛是爱知影，啊，顶多是我爱甲恁感谢，好加再为恁甲我提醒。啊，若无恐惊，我就真正变作人婚姻当中的第三者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先回去啊。拄则看到文瑶还有金玉呢，嫌我遐感情遮尼好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对啊，啊金玉看起来情绪较稳定啊，我相信伊真紧就会想通啊，你莫遮尼自责啦。好啦，紧来等啊，若无等下阿妈敲电话来关心啊。你想怎？
我哪会感觉你甲文雅哥足熟悉？甚至连伊住倒位，你拢知影？就志汉之前有甲我讲过啦，啊，伊讲文雅住伫个家，所以我才有印象。哦，哦，互你安尼提醒哦，我真正感觉我的记忆足好个呢。你爱较细腻哦，莫了我生气，若无我记一世人。好啦，行啊。记着文瑶又阁是会当安怎？对因来讲，罗安杰早就死啊。煞煞去啊，莫想遮济。今摆上重要的是把青天这身份顾好，嘛无一定爱这么牺牲啊。青天，小姑姑，我会当了解你看到文瑶的心情，就参像我看到依琳同款。无同，你是够有机会的人，我唔是。我是予天公伯借你的身躯，阁加活一挂时间的灵魂。你唔通安尼想啦，我即马嘛是灵魂啊。啊对啊，小姑姑，今仔日足歹势，我差一点仔破坏你的计划，真哪会当怪你？雄雄话你主导，阁是伫个九九会馆迄个所在，难免无心理准备啊。好佳哉，志翰甲依琳伊早就计划好啊。小姑姑，敢会是因为我伫咧走廊拄到依琳，所以才话我主动啊？应该毋是我主动诶，是足自然就发生啊。我相信迄时阵你嘛甲我同款，一点仔心理准备着无？对无？嗯，对，就亲像拄只你雄雄看到文瑶同款。啊，就马上变作是你主导啊！敢会是因为咱两个灵魂面对思念的人，所以才有会反应啊？你是讲我思念文瑶？当然啊，恁两个这么久无看到，你一定足思念伊的。就亲像我看到依琳的时阵，我嘛足思念伊，想要甲伊讲话。啊，拄则就算依琳伫我的身躯边，你嘛想要主导我的身躯去找文瑶讲话。我既然予你开破，啊，不过晴天，我真正对你就是嘞。我希望依琳莫感觉有奇怪的所在。小姑姑，既然这份思念的力量会当予咱两个主动交换主导权，那呢，以后我若是看到依琳的时阵，就换我来主导，安尼才袂予依琳发现。啊，若是拄到文瑶，就交予小姑姑，安尼好不？可袂应子？唔对，敢有可能会这么顺利？初恋花光啊！初恋花光啊！小姑姑，真正亲像咱想的安尼呢？那安尼以后就照安尼的方式去做。好，以后就安尼讲定哦。